什么东西啦？田鸡，爸爸不是说你到我这里。是哦，小时候你是田霸王哎，天不怕地不怕嘞，都是你打人的嘞。不小心的，我每次不小心，他就说是真的。现在，妈妈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来，田霸王，田霸王发生什么事了？跟爸爸讲。嗯，怕狼怕救狼吗？田霸王。我看一下，你说怎么了？好，我的天霸王怎么了？小时候你是天霸王啊？嗯？怎么了？小时候你是天霸王嘞？嗯？小时候你超厉害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打得赢你，姐姐就被你打好玩的。现在长大了是被打回来了，嗯，这么可爱啊！哎呀呀！妹妹，好了，妈妈喝水，妹妹，我喝过了。脸太红了，小猫咪。嗯，喝水了。要不要再等？田霸王可以了吗？嗯？你跟爸爸讲怎么一回事啊？快点。嗯？那你冲跟爸爸讲。嗯？那你这里有？我看。被姐姐捏了，姐姐敢捏你？姐姐说没有捏你了。可是我觉得这里很痛。哪里痛？跟爸爸讲。我捏这里。这里有来。会会会。还是很痛。还是很痛呢。你也要它才会越来越痛。是啊、哦，来，我看，我不压它。好了。还是很痛。还是很痛，再一次。还没有开始，我先哈三下。好了没有？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、啊？没有刚才那么痛，对不对？这边就开始痛。突然这边痛，对，这边就没那么痛，对不对？这边还是很痛啊。爸爸，对啊，像你去医院打那个止痛针有没有？原本说肚子痛了，护士在这边帮你打针，然后这边就很痛，你就忘记肚子痛了。所以那止痛针应该都骗了，知不知道？你这次哭得好可怜哦，你们小猫咪没有哭过这么可怜，对不对？你是最温柔的小猫咪吗？嗯，最可爱的小猫咪，对不对？今天不是要收玩具，怎么又玩具？来，站下那个爱你来。桌上太乱了。爱你是爸爸在摸你，好看。真的好可爱。快点。不准笑，臭姐姐，对不对？爸爸，你怎么有笑？没有，我是在笑。哎，baby 造孽。哪里还会痛痛？跟爸爸讲，那这边会痛痛的。好像红苹果呢，爸爸可以咬一口苹果吗？这样有点打光，在光线上，红苹果就哇，打下去有苹果光哎、嗯，对不对？四只狮子加四只狮子，你看你的翅膀打就苹果光了，好漂亮啊！鼻涕不要用那个了。可是为什么苹果会在手上掉到手底啊？因为你是苹果 baby 啊。可是为什么苹果会打到我鼻子？因为它还有嘴巴还没子。因为苹果发霉了就变头发了。可是为什么会有嘴巴还没子？因为它是坏苹果。
然后小朋友小指头的拍苹果。可是有长嘴巴和鼻子和眼睛的苹果是有毒的。白雪公主吃的坏苹果吗？毒苹果吗？我也猜到白雪公主吃的苹果上面有嘴巴和鼻子和有眼睛。是啊。那爸爸可以咬一口苹果吗？可是这是毒苹果。我甘愿。为了能咬你一口，我甘愿。这是你的嘴巴。那真的嘴巴。没有没有，真的真的。真的好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小猫咪好了。没有要吃毒苹果。你哭的时候鼻孔会张开张开的呢，有没有很好玩？像这样子，宝宝这样。嗯，有鼻涕了是不是？爸爸衣服借你擦了。你不要是十四的，是十四只。那边念词来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你念比较可爱，妹妹来念一次，快点，妹妹，妹妹葡萄皮。快点，嗯，对，买张卫生纸吧，对不对？可以开始葡萄皮了吗？快点，葡萄皮啊！我先放在这里了。好，可以。想到了。你闭嘴！现在妹妹要开始葡萄皮了，来，妹妹可爱葡萄皮，快点！只能两小一小，搞笑艺人走开！来，换我们可爱小猫咪来念葡萄皮。能不能尿？妹妹葡萄皮来，快点！不要不要，快点！妹妹葡萄皮，我要 ending 的葡萄皮。快点说什么？大家拜拜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刚才为什么哭啊，妹妹？为什么哭？爸爸忘记了。啊？爸爸弄到忘记了。刚才为什么哭哭？快点。因为妹妹刚才哭哭少。你现在再说一次。没有没有。我来吃土了。爸爸帮你好不好？有了鼻屎对不对？有了鼻屎来。